随着中国好声音导师考核阶段的即将来临，梦想导师的人选也逐一公布。吴清耀和王力宏将分别担纲那英和张惠妹组的梦想导师。8月8日下午，吴青峰趁录影间隙在上海会见媒体。他表示自己和那英在音乐上有一样的敏感度，但从中牵线的却是好朋友张惠妹。吴青峰还透露，那英在学员的去留问题上比去年更纠结，彩排时都已经哭过。只叫你美